今天是个好日子哦，啥日子呢？看，这是主角的爸爸，咋咋？啊？啥日子今天？今天我儿子。儿子咋了？隔离。隔离。给咱们中华成人礼吗？Thank you.
独自无尽，你在茫然与着急，人家等着你落地散落平民风。夜色那头发有一艘小船的开阔，把自己把口一边拉散落泪落，月亮落进夜色万万平方中，我